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。”你们是既不学又不习，学问之道，云乎哉？朽木不可雕也。华文，你弟弟呢？一动腔而楼起处之矣。啊，然亦在孺子不可教也。后棉被来呀、啊！哎，王师爷，天还没冷呢。我的大摆子是。看什么？把《论语》读两百遍。我就像被我亲了一下，我逃他追，碰上了。还不快读。哎呀，快读。失恋之缘啦，谁说要多要多两杯回呀，多打我昏昏乎乎啊，有的知无这意啊，刚读一回头晕发胀，夜夜发慌，忧郁发酸，四肢百体溃拆开，谁稀罕去你的蛋，快读。
什么蒙尊重啊？看得起你。大公子，干什么？夫人要你们远离秋香三尺，难道忘怀了吗？不止三尺啊，关你什么事？好，秋香姐姐，你请太夫人。哎哎，春香姐姐，我们早就是了，别嚷嚷啊！哎，走。太夫人要你把朱超的《金刚经》《高黄经》都请出来，要带到杭州去。禀老太师，请快到紫薇堂去，二奶奶打苏州回来，已经将唐伯虎的画求到了。哦，唐伯虎的画居然求到了，啊，妙。畜生，里头来干什么？又在跟秋香鬼混？不敢，我肚子饿呀。跟秋香要点糕饼。放屁，刚吃过饭，看我不收拾你们，还不念书去。二仙西，你居然弄到唐寅的画，功劳不小啊！老相公，这可随了你的心愿了。怎么样赏你二仙西？公公婆婆，先别夸奖，唐寅是我的表兄，他能不画吗？看了再说，若是好，我自己先要讨赏呢。你看过了吗？怎么样？长辈还没有看过，儿媳怎么敢占先呢？相国声威大，表妹情无价，亦可换连城，唐寅不得暇。功劳不小。这也难怪他。秋香，你去替我劝慰几句。是，老夫人。我那可怜的二奶奶今天可委屈你了，你可乐了。本来嘛，一向有威有势的当家二奶奶今天也会给太师爷。死丫头。说真的，太夫人说这也怨不得你，特地叫我来劝劝我们可怜的二奶奶。哦，不哭了。滚开，谁要听你这一套。好，秋香不够面子，让太夫人自己来吧。给我坐下。你说唐寅这小子可恶不可恶？哼，总有一天我要叫他知道知道我的厉害。我倒说唐寅有骨气有胆色。什么？宁王威胁他让他做官，他不做。相爷要他画画，他不画。威武不屈，富贵不淫，
这还是个大丈夫。可惜你是个丫头，不然我替你做媒嫁给他吧。你汪维是个主子，说着说着就不正经了。秋香，秋香，快来快来。春香总是这样大惊小怪的。哎呀，二奶奶，您不明白，太夫人就是少不了他，非要他去请什么高黄金啊、金刚经啊，不正经啊。就要到杭州去烧香去了，快去快去。谢员工，请回避一下。这是为了什么？太师夫人前来拈香。哦，这就有事了。方丈室里用茶，请大和尚引导。哦，秋香，你把带来的经去化了。是。Thank you.
这位相公。你压着我的袋子了。秋香快来，太夫人要启程了。秋香，星夜秋香，梦夜秋香，恒夜秋香，竹夜秋香，秋香秋香。哼，哪来那么多秋香？太夫人不让他们嚼舌根子。诗三百首都是民间真正的声音，由他唱起，怪好听的。就是嫦娥也把你想啊。秋香啊，你什么时候出船唱？一年四季百花香，秋香鬼子独曾玩。说也秋香，想也秋香，心也秋香，梦也秋香，恨也秋香，住也秋香，秋香秋香。就是嫦娥也把你想啊，
秋香啊，你什么时候出船唱？20两银子，我在这儿等你。快去啊！唐伯虎的画也不过值20两银子，别让他跑了啊！替我买件旧海青，剩下来的全给你。是落魄的。您这位伯伯说的一点儿不错。说给我听听吧。不怨何。
要五十岁连名，天花金上无须问，总叹雪中那处寻，突然我气愤街落魄，眼盼着冷饭缠根。那么你姓什么？叫什么？何处人士啊？叫康玄，朱书臣。飘断根，倒不如了此残身。不行，不行了，不行，不行！哎，何必呢？何必呢？有话好讲，何必轻生呢？哎呀，年纪轻轻的啊，倒是个有志气的孩子。老伯伯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。你说的是啊。可惜你是个秀才，不然相府里倒少一个直书房的童儿。常言道，宰相就要人去品官，您肯帮忙，我情愿拜您做干伯伯。谁知道我连儿子都没有啊。好孩子，跟我来。这就好了。康轩。是。王俊说你出身横门，我有一个对子，你能对得出吗？请赐上联。十口心思，四国四民思社稷。小人放肆了。讲。八木上赏，赏风赏月赏秋香。不错，不错，比我两个犬子是强的多了。你去写张卖身契来。是。让他顶华安的名惩治书房，先带他到各处去拜见。是。来了来了，滕伯虎来了。张朝风请太师爷安。滕伯虎在哪儿？就在这儿。这不是吗？唐英啊，唐英，你也有到我少礼的一天。可惜是小品，以后有大件，不论多少钱，给我收下。是，是。Thank you.
比小杨漂亮一万倍。啊？我小杨就不相信。你呀，当心就是了。装上两件泥菩萨。哎呀，太夫人，厨房里要造反了。怎么了？大家纷纷议论，太师爷新收了一个书童，是书香子弟，又年轻又漂亮，能对对，能作诗，太师爷喜欢得不得了啊。到了你嘴里呀、啊、眼鸭也会成了凤凰了。他们都这么说吧。哦，那我倒要看看。新来的书童拜见太夫人，叫他进来。来一皇后见太夫人。罢了，谢太夫人。抬起头来，嗯，是像个书香子弟。秋香，去奉二两银子赏钱。秋香，是。赏给你的，多谢姐姐。
香，什么事这么急啊？敢是太夫人不见了吗？比太夫人不见还急呢，是吗？喏，太师爷新买了个书童，就是我在苏州遇见的那个书生啊。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？要不是你招引来的，别提了。好，那你就从实招来吧。猜的没有错吧？这人品貌一定，你老实说吧。堂相府的丫鬟招风惹电，该当何罪？您是当家奶奶，人家诚心跟您商量，总是拿人家开玩笑。哦，你气我的时候难道忘了？别怕，你先回去吧。我倒要看看那个色胆包天的小狂徒。哎，我们现在去拜见谁呀？二奶奶。二奶奶。哦，这人泼辣得很，以后你要小心啊。我要去办点小事。哦哦，在那边，快去快去。只为了想青苔，我就忘却了表妹二奶奶。早知今日要重逢啊，我又何不前天陛下送？倘我故下有光啊，哎，快来啊！好像阎王殿上见。不用怕，二奶奶不一定会见你的。但愿如此。当作今世小唐英，不要我语音。
来的童儿华安，寇家二奶奶见不见？见。二奶奶吩咐见。你不是说不会见的吗？我是说不一定嘛。华安哥哥，上去吧。去。华安叩见二奶奶。这是什么规矩？跪进来。把头抬起来。是。放着我。好一个书生，竟愿意当奴才！尊一声二表什么？尊一声二奶奶，听我表一表，官本是块好材料，从小好父亲，长大金箍棒，娶妻为奴，这是第一遭，我的好儿奶奶。我要回家去看大夫，这是题目啊。
好好的琢磨一下，每人做一篇。咦，你什么？误会，先生。先生，误会。岂有此理！先生，是误会吗？误会吗？还要胡说！我限你们两天交卷。哎哎，拿来看看。哎，看看吧。公子怎么忘了要离开三尺？这也是书房啊。这里不是紫薇堂。哎哎，哦，老太师，王氏已经走了。这是老夫人送给王氏爷的。是啊。你到这儿来做什么？素云，你先去。六月债还得快，你也有今天。啊，好表妹，我的好表妹。谁是你的表妹？我告诉你，前任的华安就是为了搞丫鬟才打出去的，你不必打主意。好表妹，身仗出去你更丢面子。奴才不许到中门来，滚。叫姐姐芳名。
我们是四同兄妹呀。呵，跟我四同，跟他又四同啊。新来乍到，不熟悉啊！赶快叫他走，怎么好意思？肉丝呢？肉丝，华安哥哥，你怎么了？多日不能当面道谢，非常抱歉。谢什么呀？姐姐三笑留情，五中敏感。你知道笑的是什么？小生我明白。金龟三月金龟。一把铜壶打断了说话的机会，今天你我该好好地谈一谈了。好，你说吧。我们苏州有一个唐伯虎，你知道吗？你觉得这人怎么样？哦，他们有才气，有骨气，他
他是替你们苏州人争气的男子汉。真心来相扶呀，我就是唐伯虎，来生岂敢！讲话不方便，那就听姐姐吩咐。随我来。你先进去，去看看外头有没有人。像是吃过来，三十二里真害人，搞得我们饥饿不分。哎呀，你怎么把二位公子的早餐让狗吃了？碟子碗全打烂了。好啊，见太师爷去。这何必呢？不行，走。两篇文章我来做好吗？真的？当然真的。
章，好文章。不是老夫子教导有方，他们哪有如此敬意？真是他们两个亲手做的吗？啊，真之至啊，我已经叫他们背过了。嘿嘿，这都是上苍之报德，老太师洪福也。来人呐，哟，预备文房四宝，请二位公子来。是。不是我夸奖二位公子啊，当年我同身入叛，还不及这两篇文章啊。照原题目再做一篇。不必担心，尊翁无非是想试试你们的文思，差一点也无所谓啊。老夫子的话很对。文章不是我们做的呀。什么话？是华安代做的。冲华安。是。启禀太师爷，实在是王氏一出题目太难做，二位公子废寝忘餐，捶胸打脑，这不是损伤身体，使太师爷太夫人更加担忧嘛，所以就代做两篇，想不到犯了欺主之罪。起来吧。王师爷呢？我替你拿。去去去。也好，从今天起你换上如今，伴读二位公子，一切粗活让华平去做。谢太师爷。猜不出秋香心安在，莫奈何我耐着心儿满满满爱。
是华安哥哥画的和何二仙，像不像二位公子？难怪老相公要宠爱他，能文能画，不下于唐伯虎。婆婆，这奴才实在岂有此理，什么胸无点墨，不知不识，这分明是在辱骂小主人嘛。这还了得，幸亏你看了出来。春香，把他叫进来。是。秋香，请家法。是，太夫人。是一再提拔你，已经忘恩负义，戏弄幼主，非打你个半死不可。二奶奶，请好言一句吧。你自恃才高，也太狂了，自作自受。给我打！太太，饶他这里一刀。怎么？好重啊！哎呀！奶奶，救命啊！给我重重的打！不要紧，两位公子刚有点敬意，说没人叫了，您要三思，您带他求求饶呀。秋香，去传总管来，拖出去打。太夫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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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替奴才好言一句吧。婆婆，儿媳以为众人这样求情，不妨就饶恕她这一遭。不过她既然能画，叫她画一张水墨观音，将功赎罪。倘若画得不好，加倍重罚。婆婆以为如何？你起来。二贤婿既然也替她求情，就饶他这遭。谢过二奶奶。那么就去画吧。画观音要虔诚，蚊香磨墨铺纸，最好派哪位姐姐帮忙。我去，我去，我去。还是让秋香去吧，她最懂得。去啊。是。
这场风波好险呐、啊！自作自受，姐姐好忍心啊！其实啊，我正舍不得打呀。是啊，所以我也不能不去了。小神一把真金出，那么情爱无边，摩尼摩诃萨求普度呀，阿弥陀佛。一路还念佛，真是欠着。求普度，那么苦难空悔，摩尼摩诃萨，好光明呀，阿弥陀佛。我有点累了，你们也去歇会儿吧。是。难道一句经口都不肯开吗？化观音，你不怕罪过？你再不画，我要喊了。哎，好好好，我画，我画。来看。真好心肠。
总有一天叫程伯虎看看，我的家奴也画得那么好。福阁几时造成，就把这观音像迎供进去。三五天就好了。哦。哎，今天福阁请观音、紫薇堂，就留下秋香一个人在，机会来了。我先去。我是哥哥。嗯，不。这个消息是我打听得来的。你打听得来，我也可以去啊。嗯，不行。哎，这样吧，你要字还是背？背。我要背。我要背。好。啊，二位公子请过来。这太师爷新诗100首，叫你们每人公楷抄录50首，现上灯前交卷。现在我到二五书院去了。哎，快抄，谁先好谁先进去。叫一声秋香姐姐，哎呀我的姐姐秋香，你放大胆子何必慌，黄风拂歌烧香去呀，正好戏上了，失去良机无处上呀，千磨误了好时光。左一个唐伯虎，右一个唐伯虎，唐伯虎是这样无赖的吗？是。那么我们好好的谈谈吧。哎，这儿是说话的地方吗？姐姐吩咐。哦，牡丹亭什么时候？就这样。真堂是假堂也好问个明白。追成
上生一个大丁床，还要烂心烂地烂多长，先是地来后是娘，连家里的老鼠都全死光。大公子，离开三尺你又忘了。哎呀，你早来一刻就好了，我给他们馋死了。那你咬耳朵干什么？哎，狠心哦！哎呀，太夫人，您站好，我去取火啊！哦。哎呀，是你，姐姐，你又给我上当来了。不，不是啊，还不是。那么你许我终身？只要你正是唐伯虎，我就答应你。哎呀，大哥呢来了。我明白了，两位贤婿传令下去，今后没有我的吩咐，不许两个畜生以及男仆进中门，丫鬟们也不许出中门。是。
三孝姻缘，只有你来成全了。早告诉我，连红蛋都可以预定了。有把握？1000两银子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嗯。小侄路过东亭，一来是拜见太师爷，二来听说尊府新收了一位有才有貌的书童，想见识见识。这是老夫晚年最得意的一件事。此人就在你身旁。哦，唐伯虎啊。啊，唐伯虎、啊、我是说贵姐长得与小侄好友唐伯虎一稀仿佛。原来如此。他的诗文书画也不下于唐伯虎啊。先知，你不妨试他一试。倒要领教。前天我在杭州行了一个酒令，我想说出来让贵界对对看。听着，镜子三个日，长江有日思无日，日日日，百年36000日。第一句说一个字，第二句说一句俗语，末了一句却要说一句古诗。请吧。有了，品字三个口，凝天一斗莫天口，口口口，趁君更尽一杯酒。妙妙妙，像这样的奴才我也喜爱。预备酒菜，我要跟朱大爷痛饮几杯。是。不不，今晚小侄要赶到常州与亲戚商量寻访唐宁，此人已失踪了7个月，连尸首都不看见，怎不心焦啊？那我就不强留了，就此告辞。请留步，让贵界陪送也是一样的。遵命。花安，替我代送。1000两，几时载美回苏，几时赴银谷。好，那么我们再见。怎么送了那么久？朱大爷跟我说了许多话。嗯，你哭过了？没有。他说了什么了，使你那么伤心？他说，奴才为什么要当下人？他要我去当西西，还答应在他家12个丫头中选一个坐妻房。我说，舍不得太师爷的恩遇。他就左一个奴才，右一个奴才。其实，宰相家人也是七品官呐。岂有此理！这个毒蛇竟敢夺我所爱。好，我
我有36名丫鬟，除去未成年的，随你挑选一个，今晚成婚，明日尊为西席。谢太师爷恩典。起来，华妃。在。传我的话下去，命所有的丫鬟齐集东西鸳鸯厅候选。是。石榴姐姐，你怎么还不打扮呢？急什么呀？等你们都挑顺下来，我再去还来得及呀。哎呀，难道就点中了你吗？华儿，你过来。今天你要点石榴，嘿嘿，我就跟你拼了。哎、他今天要是点了秋香，我们就对。好，言为定。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？万一你点不中我，少说这些不吉利的话。告诉你，近期板凳上我们谈了好几个月了。要是你回下来，我还是等你的。好，那你就等着我吧。你也不商量商量，四香，我怎么也不让出去。我已经说出了口，怎么可以不让他们出去呢？就是出去也不会都点去啊。你们四个自己说吧。我愿意一辈子服侍太夫人，是不是？太夫人，这怎么可以呢？秋香，你起来。二位贤媳，你们倒说说看。外边都这么说，华府众梅香不及一秋香，华安也不是不知道，不如让他点了去，倒可以安心教读二位公子了。我说要留住华安，就得先留住秋香。我不懂你的意思。我也说不出什么道理，我只是这么想。平儿，身是戏子台呀，曲曲更不才，哎呀呀，可惜在。石榴。清淡官呀，今世未成秀。
先留。这样吧，就让三星去好吗？好，去去去。禀太师爷，32名丫鬟都没点中。你们三个去吧。是。太夫人，如果三香也点不中，秋香那也只好出去了。哎呀，等点了再说嘛。我怕你待会儿又啰嗦了。秋香这该出去了吧？秋香，为了两位公子的前程，你就去吧。是。我也是为了两个孩子。哎，没指望了。秋香到。唐假唐，请看印上。总算帮你忙了，可是太师爷，这是什么？啊，他已经说穿了。好，你们兄妹俩串通好了，来捉弄我这苦命的丫头。建元夫人还委屈了，你不是很钦佩她的吗？我们去见太师爷太夫人去。别跟我卖劲儿了，拿。我已经预备好了最有用的贺礼，这是后门的钥匙。哎呀，鬼灵精！可惜以后我的丈夫没人教书了。
借缘，你就一辈子守在这儿了？溜回苏州啊，跑得了？你看，鬼灵精，是你表妹。